林老师，您怎么看现在的所谓素人艺术家呢？素人艺术家这个概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台湾人提出来的。嗯，对对对。而且这个名字非常好啊，非常文雅，素人，嗯，就是朴素的人嘛、啊。对。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美术学院或者正规的绘画训练的那些画画的人。就把他们叫做素人艺术家。如果用我们中国大陆流行的说法，就是业余画老了、业余画家了，是吧？或者没有经过这个训练的画家。其实，20世纪初就已经有素人艺术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的卢梭了。嗯哼，对。啊、他本来就是个，就是邮递员，在邮局工作嘛。嗯哼。星期天去画画嘛，我们就称他为。星期天画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符合素人艺术家定义的画家，就是梵高嘛。因为梵高他去27岁开始学画画，开始画画，学了画画，据说看他的传记，他拿他的作品去给巴黎的一些专业的绘画的教授看啊，结果那些评价就是你做什么都可以，唯独你不要画画嘛，说到是很失望，一直失望到最后也是因为觉得自己画画没出路。是吧？又不知道画画，才去世。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可以说的广阔一点。嗯。比如说，就音乐啊，一个没有经过多少专业音乐训练的人呢，就会喜欢听中国叫社会音乐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叫社会。我为什么起这个词叫社会音乐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广州，在这个70年代末读书，就喜欢听谭咏麟啊，嗯哼，许冠杰啊，到今天我都是许冠杰迷啊，是吧？后来的什么张学友啊，什么梅艳芳等等，嗯哼。但是呢，这些流行歌曲的确很能够征服大众，对，对。而且呢，征服大众也让歌星们收入非常非常的惊人，嗯。而那些高雅的交响乐团，基本上就要政府给钱。如果政府不资助了，基本上没戏，是吧？基本上没戏。如果你问一般的人，他们一定熟悉，比如说广东粤语地区的，他一定熟悉谭咏麟呢，许冠杰呢，嗯，他怎么会熟悉，比如说指挥家伯恩斯坦呢？嗯，是吧？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他在听贝多芬，哇，都觉得很高雅，不得了了，感觉是。但是反过来呢，你跟那些听古典音乐的人，比如说，真的是。骨灰级发烧友，我们在美术界都有这样的朋友啊。嗯嗯，这个听骨灰级发烧友，听古典音乐，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乐队啊、指挥啊、第一演奏啊等等的时候呢，你跟他谈什么谭咏麟啊、什么张学友啊，他的眼神就告诉你，完全不屑一顾啊，怎么那么低档呢？谈这有什么好谈的？是不是？他们一定去要谈的就是啊，这个费城交响乐团。这个柏林交响乐团呢，伦敦交响乐团，如果他当中插入一个广州珠影交响乐团，有没有搞错？你怎么这个辨别力都没有的是吧？中国勉强啦，甚至我还认识一个搞音乐的人跟我说，中国有音乐文化，有音乐吗？啊哈，他就是做古典音乐。嗯，其实呢，古典音乐也有分别的。我后来慢慢才知道，我其实这方面修养一般了、啊。我是努力听点古典，但是我是凭感性的、啊。嗯，我才发现他们在古典这一块呢也有分别。嗯，以勋伯格为一个标志，就是说调性音乐听勋伯格以前的。嗯嗯、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听勋伯格以及以后的那个12音调的那种非调性和无主题音乐呢，那才厉害，那才牛。嗯嗯。啊，如果你不能听这个呢，就等于是你只会欣赏古典油画，不会欣赏这个啊现代主义，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其实勋伯格就是音乐上的现代主义，是吧？嗯嗯。但如果说只会听勋伯格的啊，那些12音调的或者那些无调那个无主题的那种非调性音乐，是吧？嗯。到忽然有个人跟你弹凯奇，那个沉默的著名的4秒钟，是吧？你会瞪着眼睛听了半天，那个叫音乐吗？那个没音乐是吧？但他如此出名，这说明什么？说明呢？
趣味在区隔人群，对，趣味在区隔人群，而且呢，美术史界的确在五十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转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转向，就是研究趣味。嗯，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说一个趣味是绝对好的和不好。嗯，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个趣味像钟摆一样，从这头摆到那头，又从摆到这头。对。但它其实摆的是吧？那么趣味问题呢，我们就不好对它做一个武断的判断。嗯，我们只能说它区分人群。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群呢、啊，我们是学美术出身的。如果我告诉你，哇，我还现在还在喜欢当年曾经让我们很震动的美国一个油画家，可能你这个年龄不会知道的，叫理查德啊。他的人体如何的潇洒？如果你一旦知道，或者你现在看得到的话呢，你这个年龄的这个趣味呢，太清楚，我有没有搞错啊？杨老师，这个都要看的。他就是流行音乐，哦，就是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上一代的那些油画佬，他们内心深处的第一个偶像是理查德，当然后面的偶像是萨金特。但我想你去看萨金特的话，如果你告诉我说你很喜欢萨金特的话呢，我就想，哎，这个小龙不是八十年代的，可能是五十年代的。曾经有一段喜欢过的，的确惊叹于他的这种写实，而且比较潇洒的笔触嘛。对，没问题，这是很正常。但很短暂啊，这种肯定是。所以我觉得讲了这个所谓素人画家的，一定要讲这个趣味分别。嗯哼。那这个趣味分别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点像围城。啊？围城就怎么说？里边城里边的羡慕城外边，哦，城外边的羡慕城里边，哦。比如说，所有经过专业美术训的人，只要他有灵感或者想有一种创造性的欲望，嗯，他们很快就会很讨厌自己曾经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写实套路。对对对对，对不对？对。那么他一讨厌这个写实套路，他在想破这个写实套路。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从这个套路学习过来，你要破它很难的。对，最典型就是毕加索嘛，就是，对啊，从很好的这种写实基础，他14、15岁的油画，我们看了达斯一，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写实基础，然后从那个立体主义变成什么变形啊，什么到最后就乱七八糟，反正就是乱七八糟，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变故其实主要发生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个转变过程，嗯嗯、尤其19世纪下半期，嗯，其实19世纪最著名的一些当年的画家，今天已经没有人谈了，嗯，比如说最著名的法国，比如说布格罗呢，嗯，是吧？这个画的画，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所谓写实油画，如果他们敢说自己画得好，那我就拿布格罗的油画给他们看一看，他们就不敢跟布格罗竞争了，对吧？19世纪这帮学院派画家好几个，其实整个欧洲全部都有，包括比如说北欧的丘伦，嗯，是不是啊？包括那个意大利的米兰美术学院的那个海野，嗯，我们翻译成海野那个，嗯，都画得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又优美又有技巧又有深度，嗯，啊，一点都不比萨金特差，嗯，甚至比萨金特可能更好。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谓印象派，嗯，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1874年印象派的第一个展览的名字叫无名画家雕刻家展览，嗯，而且他的展览是受到非议的，因为高雅的巴黎的观众看到印象派这个画家的展览的时候，他们从内心的确认为，哎呀，可怜的这些艺术爱好者，他们太不会画画了，因为他们只会涂抹。所以才有记者说了一句话，他们哪里画画，他们只不过在凭印象涂抹而已，结果没想到他们就叫了印象主义。而且再往后，居然一个星期天热爱画画的卢梭，他成为原始主义的一个代表。为什么呢？是因为卢梭因为没有经过任何学院的训练，那么他就意味着完全不熟悉学院那一套，而他呢又喜欢画画，结果他自己发展出一套非常奇怪的模式。其实这个模式从美术的角度倒是有根源可查的，一般这种人一般都是画硬面的，画平图，一般是这样的，这个学院派呢，这个特别是这种古典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17世纪巴洛克的概念，就是图绘式的，有过渡的一个一面转折。这个不会画画的人啊，这个不会画画，就是说，凡是这种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他是无法理解什么叫做面的转折。嗯哼。
不会理解这个，也不会理解明暗色调的变化，嗯嗯，是吧？他们就勾个线，硬边平涂，嗯，而且我发现硬边就成为新一代人的趣味。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种画呢，由于他没有经过那个训练，他反而非常彻底，嗯，由于非常彻底，就非常有个性，刚好又赶到了19世纪末有印象派开始的这个艺术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就是个性，就创造性，嗯。我们认为写实这个东西呢，虽然画的优美，但是它是取悦于大众的眼睛，而且它是一套程式，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到哪去。所以实际上推崇素人画家，推崇这种没有写实套路训练出来的这些画家的画，恰恰是专业界的重要的声音，或者说是专业界那些对趣味变化敏感的，希望能够突破自己的那些人的强烈欲望。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你怎么向他们解释，他们都无论如何不会相信，怎么会如所比洒金德还好呢？不可能的。洒金德的一画一看，哇，这简直是太精彩了，嗯哼。然后我别人告诉你真正的大师是卢梭，然后他终于看到那个原始主义的卢梭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卢梭，他是古典主义的卢梭。对对，我知道啊。当他看到原始主义的卢梭的时候，他可能不想或者不敢抗拒你的观点，可能你是一个所谓著名的美术史家或者美术理论家或者艺术界的人，但他内心深处一定会认为，不会吧，洒金德多潇洒多优美，那个卢梭就不会画画的吗？其实今天还是，嗯，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造成一个从专业界所发出的这种希望能够创造更具有个人魅力的风格，或者更具有某种创新的这种追求的，以至于他们要推崇素人画家的这种风气，其实在广大的社会上，对于很多一般没有受过艺术训练或者没有艺术知识的人，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嗯，Thank you.